风之谷交易平台风界等着你的加入，那里面有 DC 群，有 LINE 群，非常多的这个交易管道，我把它放在置顶留言还有资讯栏，点击立即加入。 Hello 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神秘。那我们做事呢有头有尾，在前几支影片呢有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拳击机在中期的对决状态。那今天是几月几号呢？今天是6月19号晚上9点半，那等一下是12点更新，只更新那个卡利的版本，那只剩下两个小时的时间，拳击机就要落幕了，就要结算了。那这个时间点应该刚刚好了。那等一下也帮大家统计一下全部职业的第一名是谁，然后是哪个伺服器的，哪个伺服器的人最多呢？那大家应该也是非常好奇。那可能会有人说，神秘，那你现在九点半统计啊，等下11点突然有人冒出来怎么办？没关系，我帮你们看到最后一分一秒，好不好？假设有错误的话，可以在留言区跟我说一下，因为毕竟要盯全部的职业还是有点多。那今天带来三种排行数据，首先第一个是全部职业的第一名以及伺服器的分布，然后第二个的话是职业的秒数排行，第三个的话是速度的前十排行。那它跟上个影片的是一样的，不过这个排名一定有做这个变更，速度也不一样。那整理这个数据呢也花了我不少时间，那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啦，那你们的留言订阅就是我的动力了。好了，那我们影片马上开始。好，那在公布谁是哪个职业的第一名时候呢，必须先跟各位说，我发现大家真的都在藏招。刚刚看了一下那个排行榜，干，真的是风云变色，就每个人都是在最后一刻咻突然冲上来。等一下看排行榜，我真的是觉得上次的排行榜好像还不够好看，现在的才好看。我操，跑出一堆牛鬼神蛇，好，那我们现在开始看每个职业的第一名，从最上面开始，那来看阿黛尔。阿黛尔是这个阿丽莎去什么？那这个后面我不知道。那他打的这个时间是6:40，伺服器是艾莉亚，哇，打得很快。第二名也是感觉追不太到。那在暗夜行者是之前上部影片有出现过那个七曜魔法欧姆 Q， 时间是4:44，那伺服器是杀人鲸。再看暗影神偷，暗影神偷是东摇细摆，那时间是5:82，伺服器是艾莉亚。那抱拳枪神第一名是灭骨者，时间9:88，伺服器是艾莉亚。再来是冰雷，冰雷的话这个是东会，那时间是7:84，伺服器是艾莉亚。那再来看一下火毒的话是不与常理，那时间是7:69，伺服器是艾莉亚。好，再来是恶魔复仇者，那第一名是 SHININGDDD， 时间是6:14，伺服器是尤伊娜。再来是恶魔杀手，第一名是呱呱的嘎嘎，时间是8:93，伺服器是艾蒂亚。再来是黑骑士，第一名是 CL， 还是 CEARK， 时间6:41，伺服器是艾蒂亚。再来是狐影，第一名是妖妖晃妖，时间是9:11，伺服器是艾蒂亚。再来是幻影侠盗，第一名是躺平开摆，时间6:24，伺服器是艾蒂亚。再来是机甲战神，第一名是雪落双月，时间是9:56，全部只有他进10秒内，伺服器是尤伊娜。再来是剑神，第一名是细空城，时间11:12，伺服器是艾莉亚。再来是杰诺，第一名是 ENUIEUS， 时间是5:31，伺服器是尤伊娜。再来是精灵游侠，第一名是超能猫大叮当，时间是3:60，哇，他更新了他的速度啊，他之前是4秒啊，直接快的0.4秒，这个牛逼。伺服器是艾莉西亚。再看是卡蒂娜，第一名是锁链帕卡奖，时间7:14，伺服器是艾莉亚。再看一下开拓者，第一名是木岛离世，时间是5:39，伺服器是艾莉亚。在凯内西斯，第一名是小丑蛙，时间10:73，伺服器艾莉西亚。再看一下凯撒，第一名松山凯撒希望，时间10:60，伺服器艾莉西亚。再看一下凯因第一名五头摇摆，时间4:30，伺服器艾莉亚。再看一下狂暴猎人，第一名水四友情，时间5:66，伺服器艾莉亚。
来看一下狂勇士第一名波婆玉品，后面不知道，时间7:50，伺服器艾莉西亚。再看一下拉拉第一名沐风长雨，时间7:18，伺服器艾莉西亚。再看一下炼狱巫师第一名丁 GADER， 时间10:68，伺服器艾莉亚。再看烈焰巫师第一名欧月世英欧，时间6:70，伺服器普利特。再看龙魔导士第一名 RETAIN 无聊，时间7:21，伺服器艾莉亚。那再米哈伊，米哈伊第一名费士德，时间18:82，伺服器艾莉亚。我平安一打到18秒呢，他也是很牛。再看破风使者第一名季晚风，时间4:60，伺服器艾莉亚。再来是枪神第一名 NLPHA 鱼，时间5:54，伺服器艾莉亚。哇，他这个好像是屌虐第二名。再来是拳霸 TEAKK， 时间7:89，伺服器杀人精。再看一下闪雷悍将，那是这个 THUNDR 与降欧，那时间是8:07，伺服器是杀人精。再来是神射手第一名是战头微风，时间是12:02，伺服器艾莉亚。再来是神之子第一名风之丘陵，时间10:89，伺服器艾莉亚。再来是圣魂剑士第一名浮士德，时间7:31，伺服器艾莉亚。再来是圣骑士第一名永不说爱，时间5:49，伺服器尤伊娜。再来是天使破坏者第一名万叉天使欧万，时间9:38，伺服器刘德。再来是雅克第一名 ARK 佛系电佑，时间4:77，伺服器尤伊娜。再来是夜光第一名欧月宝欧，时间13:96，伺服器杀人精。再来夜使者第一名走路乱白，时间4:31，伺服器艾莉亚。再来是伊利恩第一名瑶一层瑶，那第一时间是11:69，伺服器杀人精。再来是影月第一名因为半价，时间12:15，伺服器杀人精。再来是英雄第一名帅气小菠萝，时间7:82，伺服器艾莉亚。再来是影武者第一名护上，时间5:72，伺服器艾莉西亚。再来是重炮指挥官第一名谜语长风，时间7:84，伺服器艾莉亚。再来是主教第一名蜂蜜拿来，时间9:26，伺服器刘德。再来是幻兽师第一名小宝武长，时间8:25，伺服器杀人精。我幻兽师打8秒，那是真的他妈挺屌的。剑豪，那剑豪其实是我最惊讶的部分，因为之前都没有前两名这个人出现，然后都打到3秒的成绩，这个超级屌的。他们是突然杀出来的程咬金，你们知道吗？第一名是陈宇光，时间3:90，伺服器艾莉亚。第二名3:93，蛮屌的。再来是莫玄第一名势如卢优，时间13:54，伺服器尤伊娜。再来是最后一个阴阳师第一名蝶舞飘零，时间4:82，伺服器艾莉西亚。好，那么来公布一下全部伺服器他的这个第一名的分布到底是怎么样呢？首先是艾莉亚有26个人拿下了职业第一名，然后优伊娜的话有6个人拿下职业的第一名，那刘德的话有2个人拿下职业的第一名，艾莉西亚的话有7个人拿下职业的第一名，普利特的话只有1个人拿下职业的第一名，再来是杀人精有7个人拿下职业的第一名，那总计49人。你们觉得这个伺服器分布的感想怎么样？可以在留言区跟我说。那接下来看的是职业的这个秒数排行，那它就是每个职业的第一名比拼啦。那我们直接把前10名呢画面上秀给大家看，大家可以做个参考。那第一名是剑豪3:45，他应该是压线打的。然后第二名是精灵游侠3:60，但我没有想到他最后竟然被反超了。虽然不同职业啊，所以其实他们也没有是这个比拼，但我还是觉得剑豪竟然蛮屌的。我一直以为金牛侠会是第一，那后面的排名基本上跟之前没有变动太多，那这个排行就仅供给大家参考了，不过也不代表职业强度就是了。接下来是大家比较期待的速度前10排行，那因为最近杀出了很多程咬金，今天又是最后一天，然后现在拍到这个时刻的时候已经是11:20了，所以在40分钟就要关机了，基本上已经是非常准确的一个排行了。好，那我来公布最后拳击机前10名速度排行。来，第一名剑豪 LAUNCE 3:45，
第二名精灵游侠、超能猫大叮当 3.60 秒，第三名剑豪陈宇光 3.90 秒，第四名精灵游侠敏漾儿 4.01 秒，第五名凯因五头摇摆 4.30 秒，第六名夜使者走路乱摆 4.31 秒，第七名夜使者欧皇吕小葵 4.32 秒，第八名精灵游侠黑犬幼女 4.34 秒，第九名精灵游侠泽慧 4.38 秒，第十名暗夜行者七曜魔法欧姆 Q 4.44 秒。好啦，结束了我们拳击机之旅了，那你们有没有拿到你们理想中的名次呢？我只能说这些拳击机出来争议蛮多了啊，但可能有争议才有话题吧，我也不知道。反正这次活动我都一直有看在眼里，虽然没有我的局，但总归起来还是蛮好玩的，看到很多大佬这边比拼也是算是一种乐趣。好啦，那就是今天提供给每个人的数据，这部影片差不多就到这边结束啦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订阅支持一下。那我们就下个影片再见啦，拜拜。